说也有美国的选手，也有日本的选手要来参加测试。我想这个是应该会啊，将来这一支成绩之后，应该会有好的成绩的表现，才是哈。所以今天再度感谢各位这么长啊百忙当中，董事长、廖教练、代表王教练，让我能够加入我们台中市台湾人寿城棒队，也让我。来，麦克风拿近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非常紧张，因为有点紧张哈。我们的正式板球一号，正式板球一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拿起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拿起来拍个照。这是这个板子是五。